我面前呢是一个萨利安海鱼，我们后期小哥也问我，龙一，你说这个叶子是咋回事？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子皱皱巴巴的，跟长不开了一样。这种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打了矮状素，你知道吗，宝贝？矮状素的话是抑制植物的生长，就是它跟那个赤霉酸有关系的。赤霉酸就是本身一个生长信号，而是说它这个赤霉酸减少了，或者说长慢了，它就会长得这种抽抽巴巴，跟长不开似的。如果说大家养花的时候遇到用矮状素，就是用的比较多，导致植物长不开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用一些个氮肥，高氮的肥料，也就是什么呢，你比方说观叶型的营养液啊、尿素啊，或者是花多多十号，都可以来给它解毒的。它呢本身是一个很大气的植物，去年的时候呢有在卖这个，但是很多花友嫌它长得特别的高，而且发货的运费也非常的贵，所以说呢就打了矮状素，就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了。嗯，给你们看看它雄伟的那些个姿态哈。是吧，其实还比较雄伟的，它也非常的好养，去年的不少的花友买了，老是问我，老怀疑这个花怎么养。首先呢大家一定要get几个点是什么呢，这个花哈它是有一定毒性的，你摸没有事儿，你看没有事儿，你闻它也没有事儿，它本身也不会释放毒性，而是它本体你不要去吃。而且它的这个汁液哈，你碰到皮肤上，就是它叶子上会分泌汁液，有的人碰到上面呢会感觉痒痒的，就是过皮肤过敏，这个你要get。但是咱该说什么说什么，但是好看啊，好看啊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接下来呢说一下它的一个养护。第一点呢说一个光照啊，它不喜欢光照，不喜欢那种强光的暴晒，你给它在客厅里面照样可以养。浇水的话干了再浇，不干不浇，永远记住那个，它的根系实在是太霸道了，而且用的是进口的泥炭土。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它换土入盆，用到的是花博士的素颜盆，这是一个九号的哈，相当于大家用到的这个三加仑大小那么大，因为它这个根系实在是太饱满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正好放进去，加一点点的底土，加一些个底肥啊。好多的花友嫌奥绿比较贵，老是找我要替代品，所以说呢咱们弄到的是这个会玩的，养花又会玩嘛，省心又省钱，这个价格就便宜一些了，就加入这个，埋的时候不要埋得太深，边上塞土就 OK 了，小的你可以剪也可以不剪，如果说你想上面的长得更好，你就可以把下面的剪掉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小的留着到时候分租，对吧，它不就是多了一盆吗，所以说完全看个人了。你像这种正常的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去给它换土入盆的时候，你就正常的养护，正常的浇水施肥就可以了，没有那么神秘，换个盆而已，你别埋得太深，选到的花盆选到的土一定要排水透气，这不就欧了吗，咱们压实一下。好的话问我，老黑压多实，你就压个差不多就行了。土平，你看我每回种花的时候，它的一个土平面哈和现在的一个土平面基本上都是持平的，一个是美观，大家不要埋得太深，埋得太深容易闷根，好吧，你别当打拳的一样。后面呢我给它垫上一些这个火山岩，加入火山岩主要是浇水的时候省得冲的土都散了，还有一个就是美观，还能隔绝一些小灰飞。好了，接下来呢咱们浇水，先往水里面加几滴生根液，会玩的强力生根液，养花用会玩，省心又省钱，对吧，其他的就不用什么了，如果说缺肥的话正常的施。现在呢这个家伙是矮状素过多了，可以加入一些肥料，一般的肥料里面它都含有氮肥，加入的呢也是会玩的水溶肥，搅拌一下。加入生根液的目的啊，就是让它加速它的浮盆，加肥料的目的就是先解毒，因为矮状素用的多，有的话说浇水的时候浇不透，浇不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给它泡在里面，这样子不就泡透了吗，对吧，哇好沉呀、啊！这样子不就把水浇透了吗，那解毒的话往叶子上面弄点这个才好呢，我没有拿喷壶，拿的喷壶就好了。解毒，它矮状素用多了嘛、就解毒嘛，你明白我意思吧、等于是解毒，其实不算是解毒，也不是毒，就是想给它解一下，明白了吗？就比方说你吃多了东西，给你吃点这个健胃消食片，明白了吗？是这个意思。接下来呢就不要给它强光暴晒，放到通风好的地方，
如果说大家是院子的话呢，就放到阴面就行了，通风要好一点。如果是大家客厅的话，也是不要强光暴晒，光照可以给一点，一定要通风好，绝对没啥。好了，一篇关于这个萨利安海鱼的一个养护也简单给大家说了一下。它不耐寒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，通风要好，不要强光暴晒。换盆换土也交给大家了，老花一养花最专一，有空的去点个赞，拜拜。嗨，嘿嘿嘿嘿。